请最大德一起合掌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请放掌，请最大德翻开《大般涅槃经》经本第381页。我们今天从《大般涅槃经》卷第20开始讲起。别本有40卷。我们这是别本的第20卷。那南本有36卷。换那这《大般涅槃经》是北梁天竺三藏昙卢忏奉诏译。这北梁是北方五胡16国中最后一国，南北朝时代北朝之前的北梁。那天竺翻成中国话叫月亮，它是印度的名称。因为印度他们认为他们世代都有贤圣来教化他们的子弟，所以他们都能够沐浴在如月光般的清凉自在，所以印度的国民叫天竺的月亮。那印度的三藏精通经历论三藏法师昙卢忏，昙卢忏翻成我们中国话叫法风，一切法圆满丰富具足，那也翻成叫做守护，能够守护正法。奉诏译，他的奉北梁王取其蒙顺的招请而翻译此《大般涅槃经》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幻恨品第86。那别本有13品，南本分成25品，只是把这13品的分成25品，重新分段分成25品。那别本第13品里面，这是第8品。第8品幻恨品中有6个部分，它分成6个部分。那这个是第6分，是最后的一分。第八是六，是最后这一分。我们请看经文。尔时世尊在双树间见24王。闷绝闭地，即告大众：我今当为世王住世至无量劫不入涅槃。迦摄菩萨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当为无量众生不入涅槃，何故独为24王呢？那前面我们讲到起薄名医苦口薄心、至诚恳切的心来劝请24王去拜见佛陀，求佛陀为他忏罪。虽然举各种佛陀不可思议的神通道力，以及教化众生冤亲平等广大包容，可是24王
他以前害佛的那种心情，让他觉得非常的悲内，很自卑啊，很愧疚啊。所以他跟乞婆名医说明，他实在是啊，没有面子去拜见佛陀啊。而这个时候呢，空中有声音呢、告诉这法将要没落了。如果你不赶紧去拜见释迦牟尼佛，你就没救了，你就一定会堕到阿鼻地狱受无尽苦啊。而且这个声音呢，他不知道从哪里来，经过他说，你到底是何人啊，怎么不现身呢？这个声音他说，哦，就是你父亲啊，频婆娑罗王。哇，他一听了频婆娑罗王亲自现身了，越想越羞愧啊，我害了把自己的父亲活活的饿死了，他现在有难了，父亲还从老远的西方净土，因为频婆娑罗王他奉佛陀的教导修观无量寿经生净土啊，用净土来回来来劝导他一定要去拜见佛陀啊，他非常的羞愧啊，在这收了双树眼昏厥在地啊，昏倒了，非常的惭愧啊，非常的不安啊，心情非常的低劣，就昏倒了。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请看经文，二十世尊在双树间见阿舍世王闷绝壁地啊，佛陀在居士那拉城娑罗双树眼之间见到阿舍世王在这南方王舍城呢、昏迷在地啊，你看佛陀这是天眼测见啊，基斯那拉城啊是在红河的北边啊，那这个王舍城是在红河的南边啊，这距离啊千里远啊，佛陀看得清清楚楚啊，这个天眼测见啊，当然在这里面的菩萨摩萨也都有神通，一样看到这个阿舍世王昏倒的这个境界啊，像迦摄菩萨他也看到了啊，他有神通啊，也看到这个境界啊。这个时候佛陀就告诉大众，我今当为世王住世住无量劫不入涅槃呢、我要为着阿舍世王啊永住一世啊，绝不入这个偏真涅槃呢、绝不入，绝不休息啊，永恒住世啊，绝不入这个无余涅槃呢、就是休息了，不再视现在三界里面了。在这里的涅槃不是指三德涅槃，三德涅槃它就是有体有用，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了，常乐我净永度法界众生了。所以三德涅槃活生生的，当你明心见性了，破无明了，当下就证得三德涅槃。但是这里所讲的不入涅槃，这个是指无余涅槃休息了，休息了，众生度尽，佛就休息了，大家都度尽了如果众生全破无明了，这法界归于空寂啊，恢复一个绝代的真觉啊，这法界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这佛性一个真觉，
是我们本心幻现出十法界三千诸法呀。那佛陀看到阿舍世王闷绝壁地，就告诉大家，我一定要为这阿舍世王永远住于世间呢、绝不入这个无余涅槃呢、永恒住世，一直到他得度啊！那迦叶菩萨听闻佛陀的开示以后啊，又问到了，迦叶菩萨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如来当为无量众生不入涅槃，何故独为阿舍世王呢？”马上提出问题，我相信大家看了那一句话，也会起疑惑了。为什么只有独为阿舍世王呢？而不为全体大众呢？是，这个迦叶菩萨当然知道，为众生问，我们听了都会有疑惑，何况疑惑的大众呢？所以佛陀，你应该是为无量众生而永住一世，教化众生啊，离苦得乐才对啊。为什么独为阿舍世王呢？佛言：善男子，是大众中无有一人为我必定入于涅槃，阿舍世王定为我当毕竟永灭，是故闷绝志头一地。善男子，如我所言，为阿舍世不入涅槃，如是密意，如未能解。回顾我言未则，一切凡夫阿舍世则普及阿舍世则普及一切造忤逆则，又复未则，即是一切有为众生，我终不为无为众生而住一世啊。会故乎无为者非众生也。阿舍世则，即是具足烦恼等者，又乎未则，即是不见佛性众生，若见佛性，我终不为久住一世。会故见佛性者非众生也。阿舍世则，即是一切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三菩提心者，又复未则，即是阿难迦叶二众。阿舍世则，即是阿舍世王护宫恢后及王舍城一切妇女，又复未则，名为佛性。言阿舍世则，言阿舍则，名为不生。世则名愿，以不生佛性，故则烦恼愿生。烦恼愿生故，不见佛性。以不生烦恼故，则见佛性。以见佛性故，则得安住大波涅槃，是名不生，是故名为阿舍世。善男子，阿舍则名不生，不生则名涅槃，是名是法。未则名不污，以四八华不污故，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不入涅槃。是故我言，为阿舍世无量亿劫不入涅槃。善男子，如来密意不可思议啊，佛法众生亦不可思议啊，菩萨摩诃萨亦不可思议啊，大波涅槃经亦不可思议啊。这迦叶菩萨为众生问，包括我们看了这一段文都会起疑惑，为什么
独为一个阿舍世王呢？而不为全体大众呢？啊，那佛陀就接着为迦叶菩萨及大众来说明，这一句为阿舍世王注释之无量劫，它的含义，它所表华的深意呀、啊。佛言：善男子，是大众中无有一人为我必定入于涅槃，阿舍世王定为我当必尽永灭，是故闷结自投于地呀、啊。在大众中啊，你看我们大般涅槃经已经讲了快一半啊，那佛陀不断的强调他永恒住世啊，佛性不生不灭。佛陀这只是应化身而已，佛陀的法身遍一切处，在每一个有情每一个地方都充满了佛如来的法身啊，我们通身里面啊全都是十方如来啊，没有离开我们啊，时时看着我们，只要你依教奉行啊，如来都在护念着我们。当你需要某个法药，你自然能够得到，你也会自然有那个感应，得到跟你气理气机的法，让你得到真实的受益啊。佛陀以各种方法来帮助我们。我常说，如果这个世间找不到老师了，佛陀变化成你老师来成就你。我们从前面佛陀不断地为大众说明，他绝对不会休息，永恒住世，大家都相信。所以在涅槃会上的一切有情，大家完全可以相信佛陀啊，永恒住世，像我们现在都念的南无常住十方佛，南无常住十方法，南无常住十方身，都加个常住啊，就是永恒住世，不离众生、啊、但是呢，这个唯有阿舍世王定为我毕竟永灭，这个闷结自投一地啊，因为他听到他的父王空中有声。我们请看398页最后那一行啊，378页，对不起，378页啊，就前一页啊，378页最后一行。尔时虚空行出声言：无上佛法将欲衰殄，甚深法合已经欲壳，大法明灯将灭不久，法山欲颓，法船欲沉，法桥欲坏，法殿欲崩，法床欲倒，法树欲折，善有欲去，大步将来，法恶众生将住不久，烦恼一病将欲流行，大案实质科法时来，魔王心庆解释假轴啊，佛入江末大涅槃山啊，大王佛若去世，王之众恶更无自责啊啊，大王如今已造阿鼻地极重之罪，以是业缘必受无疑啊。你想想看，而且知道是他父亲啊来亲口告诉这一段话，所以他认为佛陀必入涅槃了，必入涅槃了，他无药可救了，没有希望了，所以就昏倒在地啊，惊恐万分啊，啊，这个昏闭闷结闭地啊，是这个原因啊。所以阿舍世王他坚定的认为佛陀就是毕竟永灭啊，所以一看到他绝望了，没有希望了，所以就自
自己昏倒在地上了。啊，所以呢，佛陀讲，我为阿舍世王告诉他，佛永远注视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就近解脱啊。同时，这个为阿舍世王永住一世，还有一个深层的表法的意思啊。我们请看底下的经文：善男子，如我所言，为阿舍世不入涅槃，如是密意，汝未能解呀。只有他表法的密意啊，有他深密的意义在里面。何以故？我言未则，一切凡夫阿舍世则，普及一切造忤逆则。啊，这未有它最深入的意思啊，不是只有为阿舍世王一个人啊，是心里他有烦恼、有怨气啊，未生就有怨。生下来就有业障，有三障诸烦恼的怨气啊。所以这个位置指一切凡夫都是这样，凡夫生下来就见思二惑啊，在三界里面受苦啊，轮回生死啊。所以这个位置指一切凡夫啊，乃至于阿舍世则，普及一切造忤逆则。阿舍世王造忤逆罪，所以为阿舍世，这个为是一切凡夫，阿舍是指阿舍是即一切造忤逆罪者，佛陀都为他永住一世啊，一定要想办法让这个造忤逆罪的不要堕地狱啊，这一堕地狱啊，啊永无出期啊，这时间太长了，太苦了，所以为。即阿舍世有这个意思，有这个深意。又复为则，即是一切有为众生，我不为无为众生而住一世啊。又这个为，是一切有为起心攀缘啊，看不开放不下啊，根尘接触，马上。意的自己烦恼习气起心攀缘，分别顺逆境界，顺自己的就迷在里面，逆了自己的就起嗔恨心啊，顺自己的就起贪，贪不到就起嗔，这是有为众生啊，起心造作，随着心意识的牵流。种子起现行，现行新种子，这心意识的牵流。如果你是被觉合成，那绝对是越迷越深，将来一定都三恶道。所以啊，我这个为呢，是为一切有为的众生起心攀缘，有为造作的众生啊。我终不为无为众生而住一世啊，那能够证得无为，一切贤圣皆与无为法而有差别，相似的无为法，悉陀含、斯陀含、阿那含，那都相似，可以讲证证入无为法了，阿罗汉以上无为法，因为他断了见思惑了，他能够行无为法，但是还是偏离无为。如果是真正的无为，那就是不二法，用无为去破了有为，有为破了无为，要离了，完全能够随顺我们佛性遇到的缘，自生自显的，不落心意识的思量，不起心攀缘，完全随顺真如自性遇到的缘，自生自显的无功用行。这叫乘法行，随顺真如法性一言而起的妙用，这是真正的无为法，这不二法，既非有为，也非无为啊！是率性智慧道的无功用行啊！
所以啊，佛陀啊，不为能够真行无为法的，因为能够真行无为法是阿罗汉以上，阿罗汉能够相信自己的知见，所以佛陀在法华会上为阿罗汉受记，你们可以相信你们自己的知见，只要你们回入法界普度众生，力要有情，你们一定可以成佛，同时为着声闻弟子受记，将来成佛，佛国度的殊胜呢、啊？但如果是相似的无为，啊，他虽然是可以行无为，但是相似，像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，那佛还要为他们说法，提升他们的境界，因为他们只有断见后，思惑都还没有破啊，说真的是相似无为，还没有真正处理三界生死，所以这个我终不为无为众生而注意事，因为到了阿罗汉以后呢，他绝对只有前进啊，他不会再堕为凡夫啊，他绝对不会堕落啊，而且阿罗汉可以成佛啊，他回小向大可以成佛啊，这佛在华经啊说得很清楚，鼓励阿罗汉不能入偏真涅槃，做个治疗汉，所以阿罗汉要叫做正觉位，正觉的可以相信自己的知见，那我们现在还不行，我们还需要依据圣能量啊，像十善业、八正道、四念住，这都是我们要作为我们生活的准则，阿罗汉不需要了，他可以相信自己的想法了，所以我终不为无为众生而住一世了，会故夫无为者非众生也啊，能够真行无为法则，那最少是阿罗汉果啊、那须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是相似的无为，因为他们还有烦恼没断尽，还在三界里面呢，乃至于阿那含果还得在第四禅天来修断四禅跟四空啊，在那四禅的五不还天修掉四禅跟四空的四后啊，四禅的四后有36品，四空也有36品，所以他们得的是相似的啊，所以佛还为他们说法啊，所以佛陀示现成佛是在四禅天示现报身佛，在人间示现应化身成佛的，他的报身是在四禅天示现的。啊，会故夫无为者非众生也啊。阿舍世则即是具足烦恼等则啊。那阿舍世、啊、未生就有怨啊。还没有生下来就有烦恼，怨也是烦恼的代表。所以我们常常讲愿消三障诸烦恼，业障、报障、烦恼障。你为什么会在三界受生？报障嘛，你的报障呢、你的引业把你牵引到三界里面，在六道里面投生啊。所以这个见思而后啊，三界的见惑有三界的思惑啊，所以你看四禅天人、四空天人，他们只是把我们世间无意的这烦恼压住而已啊，扶住而已啊，以定力把它扶住啊，当他定境退失掉的时候，那个无意心就生出来了，所以四禅天当他定境丧失了回到异界，四空天人一样又回到异界，而且往往一掉就掉到三恶道啊，所以啊阿舍世就是
既是具足烦恼等则啊，未生就有了，就有这见思傲过了。又复未则，既是不见佛性众生，若见佛性，我终不为久住一世啊。为故见佛性者，非众生也啊。那为什么不见佛性？这越讲越深入了。那见佛性呢？那是成佛了，见性成佛道了。那当然，你见佛性成佛道，像迦摄尊者在灵山会上，佛陀莲花他微笑，所以佛陀就跟大众宣布，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，教外别传，不立文字，哈，今护死摩诃迦摄。为什么？迦摄见性成佛啊！啊，佛陀跟迦摄尊者说：“你这个见性成佛，只能够名字叫做见性佛，不是圆满的佛啊，不是那32相80种随行好。”所以还要修相好。那佛陀说，你只要饶益有情啊，普度众生，等你福慧圆满，一样记住了圆满的佛果啊。所以你见性成佛是达到圆满佛果的入门，你没有见性，你怎么达到圆满呢？所以你福报修得很大，你没有见性啊。如果你福报修得很大，你没有断见之后，那将来就转轮圣王。转轮圣王他有32相80种随行好，但是他的凡夫啊。但是你见了性以后，你广修啊，福德因缘普利一切有情啊，那是庄严佛土啊，就是我们的心啊，福慧庄严。所以佛陀还有一个名称叫做二足尊，这二足，足是圆满的意思，这二是福慧圆满啊。见性可以达到慧圆满，但你要广度众生达到福圆满，福慧二足尊啊。但是见性是成佛的这个门槛一啊，后面讲啊，离于登龙门啊，跳龙门啊，身价百倍，一跨了这个门槛，转凡成圣，众生成佛，从这里起行，那是真行菩萨道啊！啊，所以我这个为着，其实不见佛性众生。这几天说得很清楚啊，佛陀以一大事因缘示现一事，为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见啊。所以在这里说得很深入，只要众生不成佛，佛就永远住宿帮助我们，一直到我们成佛为止啊。如果你证阿罗汉，你不肯回小向大，佛陀还要劝请你，哎呀，你要回小向大，行菩萨道啊，度化众生啊，还不入涅槃啊，劝请这声闻缘觉行菩萨道，去向大圣，成就无上佛道啊。但是见了佛性啊，那的法身大士一定能够成佛啊。所以若见佛性，我终不为久住一世啊，因为那一定成佛了，渐渐成佛了，佛陀教化众生呢，这个目标已经达成了。何以故见佛性非众生也啊，见性成佛啊。那阿舍世者，即是一切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啊。那阿舍世未生愿啊，哎呦，这个业障啊，有这个障碍啊，
所以让他生不起这种大圣心呢、啊。所以为什么佛陀要先降于人间，先教化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，先发出离心啊？这世间苦啊，三苦八苦无量苦啊，尤其生老病死，个个都免不了啊！所以赶紧处理啊，哎，这个大家可以接受。一想到生老病死，哎，真的可以感受得到啊！所以发出离心。等到真的大家断了见思惑了，佛陀才跟大家说明：哦、我有一佛圣，无二也无三，这二三圣都是台阶，目的就是叫你成佛，叫你见佛性了、啊。啊，这是佛陀真正八相示现成大的目标啊！所以这阿舍世就是一切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你想想看，这个范围多广、啊，包括我们六道凡夫。包括声闻缘觉还没有发无上正等正觉的心者，只有菩萨发了，所以这范围很广。这个佛陀就说得好清楚了，众生还没有见佛性，还没有成佛以前，佛永远常住一世，绝不会入啊这个无余涅槃，绝对不会休息的，一直永住一世，帮助众生，一直到你见佛性为止。见了佛性，你跨了这个门槛，你一定可以成佛了。啊，只是还达不到圆满佛。圆满佛就是你要修向好了，广度众生了。那包括你这声闻缘觉还没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以前，佛陀还必须常住一世来劝导这声闻缘觉：你们要发菩提心了、啊，你们要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了、啊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成佛之心，啊，劝请他们呢、啊，盯着他们呢、啊，啊，免得他们又想休息啦。所以啊，即使一切未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这个范围就很广了、啊，包括一切的声闻缘觉众啊，不仅仅是六道啊。又复未则，即是阿难迦摄二众，阿舍世者。即是阿舍世王、后宫、妃后及王所成一切妇女，这个位者啊，就是阿难迦摄二众。阿难迦摄二众，他们有智慧呀、啊。阿难是多闻第一呀、啊。那个迦摄菩萨啊，阿难代表是啊。原始佛教多闻第一，迦摄是菩萨大圣佛法啊，他一样很多疑问为众生问，所以阿难还有问题，还有疑问，迦摄菩萨还有疑问，所以为着为什么为还有疑问的声闻缘觉，以及还有疑问的菩萨众，为这为有智慧者。那阿舍世呢？为阿舍世，阿舍世表什么？这是表没有智慧的，就是阿舍世王以及后宫后妃及王舍城一切妇女啊，他们每天打扮的花枝招展啊，希望讨好王宫。追求五欲六尘之乐，啊，追求物欲的享乐，这没有真正的智慧啊！一定要叫他们，这三界如何宰啊？这五欲六尘是祸患呐、啊，是祸患呐、啊，会让你越迷越深呐、啊。所以你追逐五欲六尘，到最后的果报就堕三恶道，三恶道。所以五欲六尘。就像吸毒一样啊，刚吸到了，哎，觉得五欲六尘，哦，有种乐感，那习惯了没有乐了，已经习惯了，习惯成自然就没有乐了。要乐怎么办呢？再加重分量，啊，那最后你加重分量到了个程度了，身体就出问题了，所以喝酒做到最后酒精中毒，
啊，抽烟也一样，抽到肺都肺炎，啊，吃槟榔一天要吃多少，做的口腔癌，到最后都是啊，养成让身体报销了，所以你成了瘾了就会出问题的，所以你要上了毒瘾了，那最后就一命呜呼了。所以你看那个喝上了酒瘾了，我们看到那个招牌天天挂的酒驾零容忍，你看看天天看电视，天天看报纸，还是那么多人要酒驾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所以这无欲的六尘，无欲的乐带来这个苦恼啊。所以我常讲，佛陀看我们一切众生都是他的独子，都是他的罗诃罗。我们心里想，哦，那佛陀一定保佑我们发财呀，对不对？啊，住豪宅，享受五欲六尘呐。我们世间的独子，他的父亲都是这样啊，给他买跑车，给他住豪宅，给他买这个高级品啊，让他享乐。你看佛陀怎么教化他的独子罗诃罗呢？叫他出家，马上远离五欲六尘，给他三业一钵。啊，我相信罗诃罗要出家了，他的这些阿姨、伯伯、叔叔啊，一定这些亲戚一定会给他说："哎呀，你这个我给你做纪念品啊，像我们自己的亲戚要到美国去留学了，我们都会包个红包给他，对不对？"啊，这个祝你啊，一路顺风啊，一定会会包个红包或什么啦，一个价值的纪念品啊，给罗诃罗啊，佛陀一概不准，三日一钵，树下一宿，就这样子，一下叫你远离这五欲六尘，叫你培养，这树下一宿，而且不能住同样一个地方，叫你培养强大的出离心跟无常观。这样修行才会有成就啊！所以这些阿舍数呢，后宫、妃后及王舍城这一切妇女，啊，这后宫、后会、妃后啊，追求无义的享乐，天天打扮的花枝招展，啊，福报用尽了，恶报现前，又要受苦受难了。那王舍城的一切妇女啊，她们更没有受教育啊，在古印度跟我们中国有点一样，有点这个重男轻女的习惯。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"女子无才便是德"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要去读太多书，所以以前女子很少读书的。啊，你不要读太多书，无才便是德，乖乖的就好了。所以佛陀要这些智慧不足的，或者是追求五欲六尘的女子等等，帮助他们啊，远离这五欲六尘啊，帮助他们有智慧啊，懂得修行啊。所以这阿舍世即是一切啊，阿舍世就是阿舍世王以及后宫、妃后及王舍城一切妇女。又复位者名为佛性，言阿舍世者名为不生，世者名愿，以不生佛性故，则烦恼愿生啊，烦恼愿生故不见佛性啊。说位是什么呢？佛性，我为了佛性，要叫你见性成佛啊，要叫你找到你自己生命的本源啊。你那念具恒沙妙德，不生不灭啊，这有物先天地，无形本寂寥，能为万象足，不随世俗凋啊，永恒常住，一德永德，一劳永逸啊。见佛性是最划得来的，一德永德，一劳永逸。你到浩瀚的宇宙，都是那么心想事成，事事无碍的，
三明六通十力十八不共法，这都是你佛性自性本具的不假外学啊，而且一德永德，一劳永逸啊。这《金刚经》里面说的好清楚啊，红河沙世界的生命布施啊，啊，或者是红河沙世界的七宝布施啊，都不如四季机啊。因为这些生命布施、七宝布施，这得到了 福报啊！这福报也会用尽了一天啊，就好像养见色虚空啊，那个力量尽的时候，剑就掉下来了。但是见了佛性，一劳永逸，一得永得啊，永远不退失啊！所以有三不退啊，一个是位不退。一个是行不退，一个是念不退。念不退得到，念不退这三个都得到了。念不退就证佛性，见了佛性就得到念不退、啊、永远不会退失了。所以啊，护者名为佛性啊，言阿舍世名为不生啊，世名为愿，阿舍是不生啊，未生哎，就是不生，是就是愿，所以未生愿又叫做不生愿、啊、因为不生佛性故，所以烦恼愿生、啊、那六道众生比较粗，有见思二后，声闻缘觉全叫菩萨、啊、有尘沙后。这都要破啊，这要破见思后，更破尘沙后啊，你才能够见佛性啊。所以我们破见思后，还要再破知诺无明啊，知诺无明就三四相，更破根本无明，你才能够见佛性啊。所以声闻缘觉啊，全教菩萨都在那三四相里面，无明业相、能见相、所见相，有这三细相在里面，不离心意识的牵流啊！一破无明，破了根本无明，就离了心意识了，用佛性，用佛性就是用极而照，照而极，不落心意识的牵流了。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。声闻缘觉、全教菩萨都还不离心意识啊。虽然他们声闻缘觉是个正觉位、啊、可以相信自己的自见，但还不离心意识啊。他用的是第七识的净分、啊、我们用的是染分、啊、要破七识的染净，我们才是真正的证了无我 啊。那我有破无明证佛性，那就真正啊断一切烦恼了，知莫无明，见思无明，全破了。所以世则名愿，以不生佛性故，则烦恼愿生。烦恼愿生，故不见佛性。这是互相的。啊，烦恼生，佛性就不见了。就好像呢，平静的水面，照就显出来了，一起浪照就不见了。那你要它照现出来了，不必从外面找，不要再起无明风，照现就跑出来了。我们也一样，你要证佛性，开显我们真如佛性的无量智慧德能，你只要心不妄外缘就行了，放下妄念就行了、嗯、所以你不了解无生，不了解这宇宙人生万法的真相，你怎么换得下来？只好用压的。那告诉你，这当体即是心，全相即性，全事即理，那就是你自己心变出来的。众生行业发现，它当体就是心体啊，就是我们本心变出来的。我们大家同共这个本心呢、啊，那因为我们在本心里面有缘，我们在同一这个时，同在这个时段，我们大家现前了。所以我中有你，你中有我，我们是互舍互融的，同共这一心的，它当体即空啊。
所以我们这眼前的境界是当体即是第一空，就是性了、全体全相即性了、它当体就是不变不异的本性了、就是我们的清净的心体啊。你要了解这是真相，所以我们看不到天人啊，那我们看到天空，天人住的天空只是一片空而已啊。可是这空里面有他们的山河大地啊，有他们的身心世界万法，我们看不到。我常讲，须弥山很大，我们看不到；香水海更大，我们也看不到。我们看的是外太空，看不到须弥山，也看不到香水海，没有这个业啊。须弥山、香水海，当体即是心，里面这个业缘看不到这个境界而已。那我们人间的业缘看的就这个境界啊，看的就我们人间的境界。那当体也是心，是众生行力发现的。你要知道他生就是无生的，你要知道这个，你才可以放得下。那放得下到了，你不往外的，就你就见性了啊，看到你自己的本地风光，你就见了性了啊！哪里有我所没有啊？啊，哪里有身心世界万法全相即性？它就是一个性而已啊！全是距离，它是个第一空的东西，行力发现变出来的。当你相应的见到这个境界，你就可以观般若啊！般若就是照事照理啊，一面看到这差别的事相，五蕴六识说就是八戒的差别事相，也见到它的离体，就是性了、真如自性了、所以当你第一个你分证你相似证的那个相貌见的时候，就看到这个相，它当体就是性，相貌见看到的相貌了，没有办法直下的，像法身大士者直下就见到了了见啊，法界这类心。那我们是是透过相貌知道他这个心，全相即性，全是即离啊，当体即空啊。所以我们了解空性非常重要，外道不了解啊，他认为这一切法是有的，是有无二法生的，所以外道用压的，以身自灭，以灭自身的。佛法是用般若观照啊，他无身的，无自性，那众生行力发现，他体性就如来藏了、所以我们也看不到地狱，我们也看不到鬼道，我们都看不到鬼的生活环境，我们都看不到啊。啊，鬼的空间跟我们也不一样，我们看的是丛林，他看的是马路，啊，我们看的是什么？他看的不一样，都是众生行力发现的。这万法唯心，要知道这个道理，生就是无生。那、为什么心会变成这一切万法呢？因为它这个活体，你只要有了业，它就根据你的业力它有它的游戏规则，给你幻现出十法界三千处啊，当体就是心体。像我们日有所思，晚上就会做梦，梦没有醒都像真的，梦一醒知道它全体就是心了，道理是完全一样的啊。所以你就要放下万缘，那佛性就现前了，放下万缘，无明风息了，佛性就现前，一起心攀缘，佛性就变成心力式的潜流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说得好清楚的，离一切诸相即名诸佛，离一切诸相是不能还有离一切诸相的，是连离一切诸相也不需要离的，那就叫般若观照 那就名诸佛。所以住相身心就凡夫着相嘛，离相身心就是诸佛如来，心都一样，一个攀缘，一个放下万缘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对诸法实相，我们一定要了解一切宇宙人生万法的真相，我们一定要清楚。这真相什么？万法唯心四个字，它都是心体变出来的要知道这个真相啊。所以你了解这个真相，放下妄念，以不生烦恼故则见佛性，以见佛性故则得安住大般涅槃呐。是名不生呢、是故名为阿舍世啊。你这安住大涅槃，那真的这解脱究竟了不生一切烦恼啊。这是故名为
为阿舍世，为他的生烦恼、啊、所以佛要教导我们发菩提心、正佛性、究竟解脱，这个为阿舍世的意思。因为我们还没有生下来以前就见思而后啊，我们还没有生下来就三障诸烦恼、报障、业障、烦恼障啊，生下来那这三障诸烦恼起现行啊，所以我们都是为生愿，所以都为一切众生要永住一世啊。所以作为阿舍世有这么深层的意思啊，而且不是要叫你解脱而已啊。正阿罗汉就解脱烦恼，解脱见思，要叫你成佛啊，要叫你发菩提心啊，要叫你最后叫你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啊。佛陀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一世，佛陀为一大事因缘永住一世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和善男子，请看382页第二行啊上段。善男子，阿舍者名不生，不生者名涅槃。是名是法，畏则名不污。以四八法所不污故，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不入涅槃。是故我言，畏阿舍世无量亿劫不入涅槃。啊，佛陀接着告诉迦叶菩萨及大众。阿舍世就是未生啊，不生就未生啊。那这个不生则名涅槃，为什么不生名涅槃呢？生就是不生，现象就是本体界，那性相不二，事理圆融，那就是不生的意思。不是还看到他完全不生呢、啊？这生就是不生，因为他前提就是性啊，是，所以啊。这个我们在修习的过程中，你在文会里面对这些玄理你不知道什么是性啊，什么是相啊，搞不太清楚啊，什么前性即相啊，前世即理啊，这搞不太清楚，什么生就是无生啊，啊你没有办法理解啊，这实相的道理啊不了解，这是文会的阶段、嗯、这在铁壁慧基禅师把它解成信悟、啊、就是文会的阶段，那借着你的忏悔业障断恶修善行四六度，哎，有了福慧的资粮、啊、你的用功，哎，由文会入思所成慧，就是觉悟，觉悟这个道理你就了解了，前相即性，前世即理啊，性相不二，生就是无生啊，现象就是本体界啊，你理解了，你了解这些道理了，现象就是本体界，前相即性 啊都是自己本心幻现出来的，这道理你理解了。所以为什么我常说啊，解悟很容易被误会于正悟，因为你理解了，这生就是无生了，现象就是本体界、啊、都是一心缘起出来的东西，当体即空、啊、这道理理解了啊。那你没有看到，你没有见到，你没有真正见性了、啊、所以你在解悟的时候啊，这些道理你知道，但是对于见性还是很模糊，见性这两个字虽然这些道理你理解，但他讲见性，嘿，什么叫见性？他见了什么？还是很迷惑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差那么一点，但是因为你觉悟很容易以为正悟，所以往往就松懈了，以为自己正悟，其实还没有、啊、正悟就你真正看到了，就看到了。所以你正悟有两个层次，我们前面刚讲的一个是相貌见相啊，相世纪的菩萨相貌见，像看到烟知道有火，那真的他感受到了证悟，证悟到了，他完全感受到了前相即性，六根六尘六识五蕴六度所持八臂正报身依报世界，整个就是心体，他完全感受到了，完全
看到了，全相寂性看到了。那他当然全相寂性，他看到的话，他当然一看这些东西，也看到了有，也看到了空啊，空有同时看到啊，事理同时看到了，哎，他离解脱就，啊，不，世间般若观照生出来，可以烦恼会远离呀、啊，啊，所以见性很重要。那你在修行，不管你在修禅坐坐禅的过程中。啊，有的见到极境啊，有的见到了什么相啊，见到光明啊，那都不重要。最重要就是什么？你在禅定的过程中，啊，入正悟，所以要见性什么了？我刚才讲了，性悟、解悟，这个解悟道理知道，但是你对见性这两个还是很模糊，还不知道见性见到了什么东西，还很模糊、啊，还是模糊的。但是如果你能够入正悟，所以要见性要怎么见？正悟完全靠正悟。正悟的时候就突然就感觉到这个眼前全体都是性，就眼前就看到一朵即性了。你去哪里去找？而且这种感受是很清楚的，一点都不含糊的。一动二朵西啊、哦，那就真的入了正悟。所以你要怎么入正悟呢？要怎么能够相貌见呢？你一定要正悟，正悟才有办法正悟。见性，而不是你在修禅定中，我见到了什么？见到什么就是相待人所断章有误，那怎么会是见性呢？见性就是整个就是一个性体啊，没有其他的东西啊。所以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根尘接触正报身心一报世界，这一切万法一动它都是性了，而且你感受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有浅慧，越看越深，越看越深，看到最深的时候就了了见，就入了法身大事了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见性不是你在修禅定看到什么，不是啊，是在你在某个因缘说顿悟啊，原来这就是东哈加西啊。那你想看，你如果看到这个全体都是性的，都是一个体性，它用的是不变不异的体性啊。所以为什么万境自如如？因为它空有同时了，万境自如，整个相都是性了，万境自如啊。这些万境自如，当然你的心也如如啊。所以如如之心即是真实啊。因为心境本来是一件事啊，一直觉得自性变了呀、啊，心性变了，是一件事变出来，不是有个心有个物啊，没有啊。心境弄自己的性了，就像你梦醒过来的。心梦里面的有情无情全体都是心啊，是一件事啊。所以你什么时候如果能够入顿悟，跟你看到了啊，这鬼东西相貌见出来、啊、他就是心鬼的东西啊，那你怎么会放不下呢？你看事情的时候，你同时看到有也看到空啊，空有同时啊，同时感受到这都是相，就是心啊，心就是相，那叫事理不二，事理圆融啊。了解这个意思吗？所以千万不能把解悟，解悟的境界对于见性还是模模糊糊的，要个蒙蒙，不是很清楚到底见性什么。哦，我在静坐中，哇，看到了一片光明了，是不是见性了？哎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见性是靠顿悟之语言，悟了正悟，悟到的也正悟之外，何里我啊，全相即性，阿弥陀，这个道理呢？所以为什么古德就告诉你开悟了没有，他就叫你证悟没有，而不是你见到了什么没有、那不见到了有，你见到什么刚好相待人所断章有误啊，那不是的，就悟这个境界。所以你只要在解悟，你根本不知道证悟是什么东西，你看你在解悟根本不知道见性是什么东西，但是你了解了，能够从你证悟中感受到啊，你就知道了，这你就知道。所以佛法在上面了，你没有知道，你不达到那个地方，你都不知道上面是什么。到了你那个地方，你知道了，但是还有更高是什么，你也不知道。你完全用自己的行为，但你到那里你就知道，哦，是什么一回事。所以就是要用功，只问根源，不问收获啊。啊，所以在你没有见性以前，如来龙不会休息。他永远常住啊，三宝随喜的给他叫过，永远不离开你啊。所以要知道啊，你要在这里讲啊，这个阿舍色名不生，不生就是见性，事理不二啊，全世界里空有同时，
那为什么这个现象行业发现跟他作品蛮感官呢？那我们的人间法界，人本来就是幻化的东西啊，那人间的法界的生活就自己种田，自己种菜，本来不需要吃饭的，你要吃饭，你要种稻，要对不对？你有这无意的心啊，你的房子要自己盖，你的什么都要靠自己啊。你觉得说我有盖，我在人间还把它当真了，这是个业的，业带来的。天人不需要，天人他房子用想一想就有，要吃饭你一想就有了。天人饮食是想吃就现钱，吃完了是不是都不见了？你讲个变天，还以为我们在讲天方夜谭呢。我们学了佛就知道，啊，这是千真万确，因为这种假没有一样是真实的，因为全降即性嘛。所以你要知道，阿舍世民不生了，不生就是涅槃了，解脱自在啊。看到这些全相即性，全是即理，但是你要真的看到啊，你没有看到解悟不行啊，解悟要用功啊，再拼一下的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你进去了以后，你再修就很容易啊。那熟悉都是安呢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啊，不生名涅槃，你看到啊。所以当你真的见了性了，他当然就波罗跑出来了。他事理相继啊，看事就是看理啊，见到相就见到性了，见到事在根尘接触死世待人接触中，见到事就见到了理啊。所以事理圆融，空有不二，就是万境自如如，心也如如啊。啊，因为通一切万法都是空有同时，空有同时是什么？忙了，幻境了，幻化的东西都是空有同时。他看什么都空有同时，因为这些东西都生就是无生呐、啊，所以只是来到人间法界就是这样啊。他这人间法界的假啊，他全是就理啊，就是一个心性而已啊。哪里有真的人间法界啊？所以阿舍名不生呢、啊，不生就是涅槃解脱啊。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吧？他就涅槃解脱啊。那是名是法呀？是就是是法啦。啊，那为则民不污啊？为了什么呢？不要污染了世法。你不污染了世法，你的造业啊，哦，对不对？你一定都在相待人所断肠有无两边，一定是起心攀缘的、啊，缘了三七六出啊，然后又造业啊，又被结合成了、啊，越迷越深了、啊。所以是民是法，为则不要去污染世法。那世间的世法是什么？这里列八法，这八法前面也有介绍过了，我再简单讲一下。这八法，世间的八法，一个利，理逃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权跟利呀、啊，名跟利呀、啊，这个利没有利头，还有名闻，因为没有名闻，爱名爱利爱出风头啊，没有名闻，还有论义，还有无论义，啊，一个还。来跟你辩论，来跟你抗辩，来跟你争辩，啊，来跟你对抗，哇，那气死了！一个是来归顺，啊，来听你的，来接受你的领导，不论你，那当然很欢喜的，这是相对待的，一个就苦，一个就乐，啊，那这世间八法，我们中国也有这八法，我们中国的八法叫八风吹不动，啊，所以你要修行最基本的。走入出世间法的最根本要八风吹不动、啊、那八风一吹就摇动了，对不对？而且观不出来啊，如果你八风一吹一动马上提起观照，事就是理，理就是在整个顺逆境界它当体是这个理体，像做梦一样，全是即理，那看到了这个根尘皆是全相即性，当体即空，理就是性一样的，当体即空，万法皆空，万法唯心，看得很清楚啊，你一下就放下来，放下来什么事情都没有，一连上的事情就跑出来了。所以为是不要去污啊，不要被这世间的八法，不要被八风一吹就动啊。所以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不入涅槃啊，是故我言为阿舍是无量亿劫不入涅槃。那众生呢，不悟无生，只看到差别的事相，不知道全是即离，不知道信眼前的正报神的依报世界就是你自己的，就是这不变不异 的本性变出来，而这个不变的不异的本性呢，啊，它是非常非无常的，它离与空有的非常非无常的，它不是常与无常的问题啊，它
啊，永恒常住的，但是你根本找不到他，第一空啊，他是灵空啊，他是生命啊，空灵不灭，空也不能掩饰他，有也不能掩饰他，不行啊，非常非无常啊，是这样一个东西啊，他这个活体啊，我常常讲是个活体，是第一空的活体，是空灵不灭的活体啊，嘿，但是他会随你的业境幻现境界啊，所以你看这个幻现境界是假的呢，是假的。所以我们现在科技也在研究啊，用什么东西超能量可以，哎，一下把你送回到200年前、200年以后的世界，一下把你送到200年前以前的世界。现在也在研究这些啊，现在科技在研究这些啊，什么现在一些冥想啊，其实在佛法里面说得很清楚，这个假的才有这个办法，如果真的哪有这个办法？啊，什么找了一个什么虫洞，一下就哦跑到不晓得无量元的这个世界去了，不晓得离开了我们银河系，不晓得哪个什么系的世界了，有没有？现在都在找这些问题啊，什么虫洞对不对？啊，什么黑洞、虫洞，虫洞很厉害，一下子就可以不跑好远好远，几个三千大千世界就过去了，啊，又回到多远的，乃至回到啊就远古时代了，这是都假的啊，通通是幻境的东西，真的怎么可能会有这个事情呢？所以事所缘事所变，它本来就是空寂的东西啊，那依旧是一切，所以都存在的啊。那科学家也注意到这里啊，在我们佛经早就说得好清楚，这世界本来幻化的东西嘛，幻化的东西就才有这种能力啊。所以现在我们怎么解释，好像这两个点在这么长啊，我们这个时间就这样一直长一直长啊，一条线这么长长长长长啊，现在把这个时间扭曲了，说这一头把它接到这里，哎，现在跟过去同时现前，他把这一头接到这一头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现在科学家用这样去解释啊，啊，对不对？像这么长这一个距离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么长，啊，我把这两个折起来就同在连在一起了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就可以连在一起了。哎，我们现在搞不清楚啊，他们科学家想到这一点，他脑筋很细。可见这世间全相即性的同一个东西啊，啊，全相即性，全是距离啊，你知道它是空的就放得下来啊，所以见性就解脱了，你真的见性了，你就可以般若智慧的生出来，能够照事照理啊，观空理相，照了之差别六根六尘六识就是四啊，这个六根六尘六识五蕴六入十十八界都是四，但是它全是距离，一直是见性变出来，它是不变不异啊，那个非常非无常空灵的本性变出来，按那本性内发现，你在这个人间以为你自己种了什么呢？你自己耕种，其实这整个都是性内发现呐、啊，啊，天人就不需要这样，生为人也不需要这样，人间需要，这种地都是假的，全相即性，这世界只有这个空灵的本性是真的呀、啊。啊，这我们又叫了本性，又叫了佛性，又叫了真如，又叫如来藏，太多名相了。它就是空灵不灭的本性。你要知道，这扛也都丢了，你放得下就解脱了，就这么一个道理啊。我们人的眼光真的太短了，每天在这里计较。但你要真的慢慢的，所以一定要好好用功啊。你没有几十年的拼啊，这世间的染习很不容易让你看到这个真相啊。你要真正拼了，然后真正远离一阵子以后，慢慢慢慢加上你自己用功，加上你的福慧的资粮，慢慢慢慢的经，加上三宝的加持力，三宝挺你，他永远住宿，他为一切众生，为没有见性的众生，永远挺着你，你就进去了，以后修行就很容易了，就做天上的，给做天上的，因为你知道这真相了嘛，有什么好放不下的？所以啊，为则民不误啊。以四八华所不无故，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不入涅槃。是故我言，为阿僧是无量亿劫不入涅槃。是我们众生都污染，所以你看这几句话听了以后，你开不开心？开心呐、啊，对不对？佛陀永远为我们不入涅槃，你还不开心呐、啊？他永远为我们住宿啊，永远在你的旁边照顾你啊。是你自己不用功，是我们自己不用功啊。你自己用功，你会常常感觉的，随时随地都有那个因缘叫你开悟啊，叫你有悟出，悟久了以后你就见到了，就见性了，悟多了就见性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听了都高兴了，永远不入涅槃的，
这个意思告诉你，永远不入涅槃的意思。只要众生未成佛道，佛绝不入涅槃。因为众生不见性，哦，只有众生不见性，佛就不入涅槃。所有众生都见性了，佛可以休息了，啊，可以入无余涅槃了，这就困难啊。啊，由于众生未成佛，佛就不休息，这样安心了吧？对不对？啊，接下来。善男子，如来密语不可思议啊，佛法众生也不可思议啊，菩萨摩诃萨也不可思议啊，大涅槃经也不可思议啊，所以啊，如来的密语啊不可思议啊，都意在言外啊。如来的密语虽然是密语，只要讲出来哈，那就有了相了。但是呢，这讲出来的这个相，你要用功啊！这个相的指月标，它指的是月亮，它讲的是密语，所以《坛经》里面那无尽藏比丘尼啊，他念《大般涅槃经》，六祖慧能一听就可以跟他讲经，跟他讲《大般涅槃经》，讲这部讲佛性。我经常比丘尼很讶异，哦，这个人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样子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怎么这么厉害啊？所以他拿了经本去问六祖慧能大师这段音这什么意思啊？六祖大师说我不识字，你帮我练。他说：“哎，你文字都不认识了，还会讲经，还知道懂的意思？你看他一句话就给你点出来，诸佛庙里。”不关文字，非关文字，与文字无关的，文字只是职业标而已啊，没有给他指个职业标，你要透过这个职业标去看到月亮啊，是那个微密的意义在里面呢，啊。所以你没有修行，永远抓住职业标，完全就在那个意里面在那里作结。所以我说，我们文会你完全对这玄义你不了解，无声的玄义，如来藏缘起的玄义，啊，甚深缘起你很不容易理解的，深就是无声，诸法实相。啊，这是万法唯心，当体就是一心，这大家同共这个本心，我在你里面，里面在我里面，这个不容易理解，他完全想不到，啊，只能够一文解义的文会，师会已经了解了，但是对于见性他也不知道，因为他没看到，没看到就是不知道，就这么简单。虽然讲得很像，讲得很像已经了解了，但是没看到都没看到，不知道都不知道，就这么奇怪，你知道？所以你要用功，用功到了，你看到了啊，看到就看到，看到的你也啊，就这么简单，看到你的爆掉，就这么样的，就看到真相就这样，它摆在眼前了，一者之性，全相即性，我你看到啊。我们在一直在讲多久？全相即性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就要问这句就好，你看到没有？看到就都胜利也啊，接力的得丢啊。那我讲全相即性，你没看到啊，秘密，那职业标，那就是职业标，你看到都、就是。都透过指标看到月亮，都叫实在，就这样。所以如来密语啊，就叫你见性呐、啊，性就在眼前呐、啊，就这么清楚。当你看到的时候，每天都在接触它，它非有非无啊。但是你见的是相貌见呐、啊，当你了了见，你不得了，你成佛啊。如果大家都是了了见，佛都没个注视了，大家都成佛了。所以如来密意不可思议啊，他叫你见性啊。那佛法众生不可思议啊，啊，佛法身就是我们自信的体相用，体大相大用大，有体就有相就有用啊。体大是法身德，相大是般若德，用大是解脱德。那你要开显我们真如自信的体大相大用大，要什么？要理性意识啊。你在心力士里面永远就不能证得这个即法身即般若即解脱啊，你所证的是相似啊，相似不能成为一切诸佛啊。所以啊，全教菩萨虽然有游戏神通自在三昧乐，但是他没有三德涅槃常乐我净的乐啊，不是极乐啊，那极乐只有离心力士才有啊，才能够证得啊，离心是要破无明啊，那离心是不能想的啊，思回向的菩萨还洗两边分别只修假观呢，他还是在心力士啊，所以不能修假观，要无功用行啊，他不能思议啊，
起心即错，动念即乖啊，直下会起接念器呢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，即心即佛啊，也同时是非心非佛啊，非心非佛非物啊。所以啊，这佛法众生也不可思议，它就是你真如佛性的体相用啊。所以我们皈依三宝是从外向，我们现在需要佛陀啊，啊，需要法宝啊，需要佛弟子的身宝来接引教化我们，教化我们目的就是让你找到你自信的体相用啊，具体大，具象大，具用大，那就是皈依三宝。所以皈依三宝最后就皈依你，你自己，你自己真如自信的体相用啊，因为当佛佛同共一法身，当你证了自信的时候，你跟佛和同一个体性，同一个法身啊，无量无边的河流流到大海都叫了一个海，同一个体性啊。所以这佛法众生不可思议啊，不可思议是就是告诉你啊，起心即错，动念即乖啊，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唯有你直下慧起，是心作佛啊，唯有你正佛性啊。这菩萨摩诃萨也不可思议啊，到了摩诃萨就法身大士啊，无功用行了，不可思议啊啊。所以佛性非善非不善啊，它是真理啊，它是真理啊。所以菩萨一接触就明白，明白就知道该怎么做，它不是善也不是不善啊，那不是善也不是不善，那叫什么叫什么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就这么简单。他不是善，也不是不善，佛性非善非不善嘛。但他遇到了缘，他自生自显，他有他的知见，有他的妙用，对不对？这个妙用，也许是贪嗔痴，也许是暴跳如雷，也许是哈哈大笑，也许是啊，慈悲慈美善目，这都不一定了。这非善非不善，但是不管是什么境界现前，都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无上正等正觉，真理的化身。就像天啊，你知道下大雨、台风、地震，对不对？它必有它的因缘，都叫做天德，你都叫天德啊，那通通叫天德啊。啊，那佛性非善非不善，那非善非不善的东西叫什么？叫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叫无上正等正觉啊。所以这菩萨摩诃萨也不可思议啊。你要知道它不是你心里事实可以讲的，所以烦恼即菩提，贪嗔痴戒定慧平等无二，都是无上妙道啊，要用得如理如法呀。所以大涅槃经亦不可思议啊，所以大涅槃经你要开悟啊。所以你看六祖大师他没有读书，你听他读那边大般涅槃经他就可以讲了。你看他去跟那个见那个印宗大师，哎，他讲大般涅槃经的老法师，哎，哼，我当时讲了几遍了，但那个时候他没有见佛性，他没有见佛性，所以这个，他见六祖慧能大师的时候啊，哎。他就问他，他知道六祖慧能大师德法人呢、啊，他而印宗大师真的很重师承了、啊，马上顶礼，啊，然后他问说：“黄梅祖师祖寿是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啊，祖寿即无，唯论见性，不论禅定解脱。那为什么不论禅定解脱是二法？”二法，佛法是不二法，就遇到人自生自显，佛法是不二法，非有非无为，是你有为所以用无为啊，因为你贪嗔痴所以要戒定慧，他如果是见性其用，没有贪嗔痴也没有戒定慧，具体即用，即用具体，是你叫做他贪嗔痴，你叫他叫戒定慧，哪有这么多名相，所以佛法是不二法啊，率性之为道啊，乘法行啊。那经过啊，六祖慧能大师啊，为印宗大师说明了、啊，他这几
我们下一品就讲到高贵多王啊，问佛品啊，六祖大师就说：佛性非常非无常，是故不断；佛性非善非不善啊，因自于界凡夫见到智者了达，其性无二。这无二之性就是佛性，所以你看五蕴六入十二处十八界啊，我们看的都是相对能所有我所，智者了达他就一个性，全相即性，全是即一的即性体啊。我们解悟到这一点，一定要让你看到才叫做证悟。那看到不是你在禅定中我看到什么，那是过程，到了你真看到的人就是我就这样啊，但是那个悟就不是觉悟了，叫证悟。所以你没有证悟，你根本不知道证悟是什么。你觉悟再深，你没有证悟的经验，然后证悟是啥？证悟看到就是看到，就这么一回事啊。不是你在禅定中，哎呦，我、哦、有大乐来了，有这样的空明狼藉了，我怎么样了，也都不是。就是为什么禅宗你们就问你悟了没有，顿悟了没有，那禅定姑娘这么重要啊啊。所以大波涅槃经也不可思议啊，那叫见性啊，见性就通通 了解，没有见性，你就会不圆满，理论而已，你没吃到，你没有看到。所以六祖慧能大师可以为印宗大师说法，印宗大师，哎呀，仁者论义犹如真经啊，我上课好像瓦砾一样啊，你看，帮六祖慧能大师剃度完了，立刻拜六祖慧能大师为老师。那印宗大师也非常不容易啊，今天找不到这样的人了、啊。今天，嚯，对不对？你看他已经讲经那么几十年的老法师啊，和拜六祖慧能大师和当师傅，那他的弟子都拜六祖大师变师公了、啊，变成师公，对不对？六祖大师是一夜成名呢，一夜了，因为印宗那个印宗法师他讲大部分那边讲了几十年了、啊。在广州法心寺讲那么久了，很有名气啊！啊，徒弟作贼啊，万师傅都拜六祖慧能，他这个哦，都拜他做师傅啊！哦，他是我师公的哦，六祖一下子 就出名了。你看印宗大师的心量有多大？要是人呢拉不下这个面子、啊，哎呦，老法师啊，你还是个樵夫，哎呦，我把你做师傅啊，你看没面子啊，什么了？他根本没有啊，不容易啊，很不容易。所以今天印宗大师为什么六祖大师一讲他开悟？他真的开悟了，证悟了，那个悟是证悟，所以你要真正见性，只有证悟才见得到。你在禅定中所看到的境界只是过程，那都是过程啊，悟很重要啊，啊，大波涅槃经也不可思议啊。好，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就讲到，请诸位大德一起合掌。恭念回向偈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